不可说无情物。可以成佛 _ 慧律法师弘法讲解证。法眼藏于中国大陆，提到中华五千年文化是国家的灵魂 _ 要注重。传统文化 _ 法界卫士台。不可说无情物。可以成佛 _ 慧律法师弘法讲解证。法眼藏于中国大陆，提到中华五千年文化是国家的灵魂 _ 要注重。传统文化 _ 法界卫士台。